겪고 잠깐 새 죽었나? 여기 두들릴 걸. 어떻게? 관직 풀리자마자 이리 오시고. 제가 사망 진단서로 서장님께 뭘 묻긴 좀 그렇지 않으실까요? 마지막으로 원장님을 뵌 때가 언제죠?
这段时间一直没有录视频，所以攒了很多的空瓶，我现在来简单的讲一下吧。首先是卸妆产品，空瓶的第一个是这个 Eve Lom 的卸妆膏，它会送这种洗脸巾。总的来说，我觉得这个卸妆膏是挺好用的，然后在脸上很好推开，配合着洗脸巾用，清洁的不错的。这个是 Rifra 的那个橙香橙味的卸妆膏，我刚开始用的时候觉得不是那么好用，但是后来我琢磨了一下大家的用法，就是把它在手掌心完全乳化之后按摩到脸上，它会有微微发热的效果，使用感不错，而且清洁力度也非常够。这个是我日常的空瓶，就是一直会回购。这个是那个匈牙利的品牌，是不知道是不是读 Omrovitia， 洗面奶。我喜欢的洗面奶是那种，比较好起泡，但是洗完不会拔干的那种，它就是我喜欢的那种。起泡的泡沫不是非常绵密，但是很容易起泡，洗完之后脸完全不干涩。接下来是水乳的产品，因为我有很多套装，所以把水乳就一起讲了。这个是资生堂的红色蜜露，这个我一般用作二次清洁，使用感挺好的。而且它的味道也是不是那种药店接货的味道，用了很安心。这应该是香奈儿那个山茶系列吧，左边这个是水，是液体状的，这右边这个是凝胶状的，两个保湿力度都不算特别高，算是比较清爽型的，比较适合夏天用。这三个是资生堂的新透白的套装，这个是精华，这个是乳液，这个是水。我是买了这个套装，这个中国免税店的这个套装，它其实里面还有送几片面膜，装在这个盒子里面，但因为面膜的空瓶不好保存，我就把它扔掉了。这套对我来说并没有网上说的提亮啊什么的效果，就只是普通的护肤品水乳套装而已。如果之后遇到价格好可能会回购，但是不会专门去回购这一款产品。这是兰蔻的一个乳液，我的印象中它是属于比较稀的质地，然后也蛮好吸收的，适合春秋用。这一瓶科颜氏的蓝精灵其实我没有用完，听声音它里面其实还有很多，因为我不是很喜欢用这个，我闲置了很久还是没把它用完。它对我来说效果其实不是很明显，而且虽然看这个质地它是很稀的，流动性很好的，但其实它对我来说油了一些，没办法吸收的那种油感，所以我不喜欢它。两瓶兰蔻的小黑瓶，这两瓶都是100毫升的，它是水前精华，我特别喜欢用在面膜前面，它会促进后续的吸收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效果的。现在来讲眼部产品，先是兰蔻的这一组大眼精华和这个眼霜，我觉得它们两个搭配起来用会比它们各自单用要好。这个精华的按摩头是那种凉凉的，早上起来的话眼部如果肿的话按摩一下是挺好的。这个眼霜的质地是属于比较清爽的，完全不厚重，它保湿力度不是那么强，但胜在清爽好吸收。资生堂的这个
应该是叛逆风姿系列的眼霜吧，它也是属于比较清爽型的，但是它比刚才的那个兰蔻的眼霜要难吸收一些，它你需要按摩比较久的时间它才能完全吸收。这个娇兰的眼霜我带回国了，然后空瓶直接扔在国内，只剩下这个包装。这款是我回购的产品了，我应该之后应该还会再回购，它是属于滋养型的，质地介于清爽和厚重之间，非常滋润，一点点就能保持一晚上的那种。这款是科颜氏的牛油果，我不喜欢用，因为我还买了28克，它很难推开。理论上我做功课的时候它应该是一个非常清爽的，但是它很难吸收，它推开还可以，虽然有一点厚重，但是吸收就很难。它我刚才抹了这么多下，它其实还是浮在表面上，依然这边还有一层，不知道看不看得清，还是没有吸收，然后有一点黏黏的感觉，所以我不喜欢用这一款。眼部产品讲完了，现在来讲一下面霜。面霜是主要是讲这个资生堂的叛逆风姿的这个日霜和晚霜。这个是晚霜，这个晚霜特别好用，气味也很好，轻薄好吸收，我已经把它用完了。可是日霜我就不喜欢用，日霜还剩一些，因为它用在脸上很油，而且如果就算后面只是涂个防晒它都可能搓泥，所以我的日霜已经打入我的黑名单了，所以未来只会回购这个的晚霜，不会回购这个的日霜。脸部产品只剩下了一个面膜，就是 Eve Lom 的那个急救面膜。不好的一点就是它会搞得瓶身很脏，上脸的感觉比较清凉，然后味道我能接受。护肤讲完了，我讲一下防晒。这是我比较喜欢的防晒，一个是伊丽丝尔的金罐，然后还有就是索菲娜的白蕾丝。我比较喜欢的是日系防晒，轻薄好吸收不油腻，所以这几个我都已经回购了。接下来这几个防晒都是我不太喜欢的，这一个在欧美这边还蛮有名的一个牌子，这两个都是同一个牌子的，还有这个李肤泉的和德国本土的 DM 品牌的防晒。这几个我不喜欢用的防晒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比较油腻，使用不方便，所以我不喜欢这一类的防晒，都是没用多少就闲置了。下面讲一下洗发产品，这个是欧莱雅新出的一个系列的洗发露和护发素，这是我已经用完了两套。这个洗发露洗完之后就是感觉很干净，但是有一些干涩，这个护发素就很好的弥补了那种干涩感，它一上头发不需要，它是比较厚重的，有点介于普通洗发露和发膜之间的那个质地，它上头发之后不需要等待多久，你把它冲掉头发立马就变柔软了，所以护发素我一定会回购。这个洗发露应该有还蛮多的替代品的。这个干发喷雾它上面写了 without white，但是我用起来其实喷出来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白色，所以需要手再把那个白色给均匀一下才好，不
不算特别好用吧。这个是摩洛哥的发油，我很喜欢用，它的味道也很好，抹上头发之后，手上完全不会油腻，头发马上就吸收了，好用，会回购。洗发产品还有这个施巴的，施巴其实有很多的产品，但总体用起来都是属于比较干涩的。接下来是身体产品，这个是德国本土品牌叫 Knipe，味道比较清新。沐浴产品对我来说就是味道好，在身上不会有残留，不会特别滑腻腻的，就算是好的产品，它算这种普通的沐浴产品。这是两个身体乳，多芬这个我不喜欢用，因为多芬这个它虽然很轻薄，但是它在身上吸收特别慢，你涂抹之后大概需要等5到10分钟之间让把它晾干。相比较而言，这个妮维雅的身体乳比多芬的那款厚重一些，但是完全是可以接受的，是属于轻薄产品里面厚重的那一款。然后它很好吸收，滋润度也不错，能保持1天。这款是我的回购产品了。接下来如果我没有什么特别想尝试的产品，应该还会继续买妮维雅的这个身体乳。这是两个口腔护理的产品。这个牙膏之前有一段时间特别火，但我用下来的话，就是说没有网传那么神奇的美白牙齿的效果，但总体使用感是不错的。这个是舒适达的漱口水，是我回购的产品，味道有一点点甜甜的，完全不刺激，但是清洁力度又够。开价好物，还有一个是乐敦清的隐形眼镜护理液，这还剩一点，不是因为它不好用，是因为我开包装之后3个多月没用完它，我觉得眼睛的东西还是保险一点比较好，所以我就直接当空瓶扔掉了。它特别好的是，它的这个盒子是可以挂在这个瓶子上面晾干的，这样你没有隐形眼镜的时候，它这边晾干就会减少细菌的滋生。最后两个是我的回购老朋友，是 Rituals 的那个藤条香薰，这是230毫升的，这个瓶身就非常的有质感，这种瓶子用完之后还可以用来插花之类的。漏了一个，还有一个是这个厚的水乳套装。这一套的特别搞笑的是，这一个霜，这个面霜，一般来说面霜是我整套最晚用完的，但是我在用这一套的时候，水乳都剩下一半，这个霜就被我用完了，然后我就怀疑是不是里面的零件坏了，我压不出来，然后就把它拆开。拆开之后发现，这个霜的容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小。这个瓶子有这么大，但它里面霜就只有这么一点，是深度也不够。但总的来说，这一套的使用感还是不错的。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味道，它是有那种大米的味道，特别是这个面霜，这个味道在其他护肤品里面我还没有闻到过。以上就是我这段时间的所有空瓶啦。